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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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昆士背包客栈，它叫酒窝，它是混宿的，还不往下面。今天好朋友太累，然后我今天是在那个九份的酒窝，然后它蛮舒服。重点是，我不跟你说，就是我很喜欢到背包客栈往上面跑吗？它上面有个360度的风景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很漂亮。它这边上面可以直接看到那个龟山岛，哎，那应该是龟山岛吧？很漂亮哦，整个九份啊都在下面呢，所以它这个背包客栈啊蛮漂亮的。这个酒窝它的大厅很舒服，耶、yeah ！国军最常用的大地墙，对，大地墙。好了，拜拜。下面是一个那个很酷的一个门，离开九份啦。Go， 现在来喝这间咖啡，之前好像得过第一名。来，这间咖啡蛮好喝的，它中培味蛮香的，而且就是我很怕喝有点酸酸的豆子啦。然后它的美式，因为我都喝美式，美式蛮好喝的。来九份可以来喝一下，它之前得过第一名。这边就比较低一点了，因为刚刚在酒窝那个背包客栈的时候就更高一些 ，view 更好。也是不错啦，很漂亮哎、欸！今天天气太好了。要从那个九份，然后走到基隆，然后我今天会走海线，因为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好，然后想说就去海边看一下咯，因为想说如果走山线的话，就是好像有点太可惜了，想说那我就走海线，而且海线今天没有什么风，走起来就非常舒服。因为我昨天就是不想再被风这样吹，然后我就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山路，就是吃瘪啦。整个大吃瘪，我昨天真的超害怕的，好像已经走完了啦，不然真的很崩溃。昨天，而且我昨天呢、啊、就直接回到那个背包客栈，直接倒头就睡，就狂睡，这累炸，心力交瘁，没骗你。然后今天睡饱啦，我现在睡到蛮晚的，睡到11点左右。然后现在要走去海线啦，走起。要往基隆的路啊，我想说可以走一下白线以内。白线以内都是烂泥巴，是怎么走？请问还有这个是顺便洗脚意思吗？这个也太多水了吧，太闹了，真的。好在现在没什么车，赶快走过去。天气真的很好哎、欸，你们看，天气很好哈。你看这整片海很难得哎，因为前两三个月啊，其实说基隆这边啊太常下雨，还有宜兰啊已经下了一两个月了，你看今天难得这么好的天气，漂亮哦。这样走过去也是蛮漂亮的，很漂亮很漂亮。今天真的是天气非常的好，真的终于看到那种晴天了，很久没看到嘞。因为其实从宜兰啊从苏澳那边上来的时候天气就蛮差的，
刚从九份呢，就是走下来啊，就是其实走一整个路上，其实是心情也是蛮好的，因为是说真的啊，因为其实 Google Map 就真的是稍微参考一下用，因为我这趟旅程真是被他骗过，真的超多次了，就是我真的觉得说我真是能真的平安走回来，真是有烧好香啊，真的，不然的话我就觉得真是危险到个不行，真的。然后现在走到这边的时候，今天早上一打开窗户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整片海，整片的海啊，然后真的觉得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好，真的，你们应该感觉出来今天天气也不错吧？天气好哦，有三个网友蛮可爱的，而且我刚刚看到他那边有车哦，他这边有个车用踩的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刚刚我有看到。哎，就是那个，他要来了，他长这样很可爱哦。看这车很可爱哦，淡淡的。还有就是深澳铁道自行车啊，蛮可爱的，它有很多颜色，可是因为大家已经骑出去了，所以只有拍到一个工作车而已。基隆吃到啦，耶！去基隆要吃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要去吃营养三明治，好吃啊！大学最爱吃那个了。现在港口旁边啊，就还蛮多人在钓鱼的、欸。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天气比较好，所以大家都出来了。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哦，是不是？本来早上啊就想要在九份就多多留啊，就多停留一下下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的九份超多人的，人真的很多。就是我从背包客栈一走出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门口就都是人，我想说啊算了好了，反正下次再来那边再吃东西，因为大学很常来九份，所以就哦算了 ，OK 算了，放过你。所以就想说出来的时候想说啊，赶快走滨海公路出去吧，不然就是九份的摸摸弄西凉都是人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先走到基隆这边，先走到基隆会比较好。先这样啦。他想来吃这一间呐、啊，河豚很多啊，他生意真的超好的，都卖完了。然后他们还请我喝一个水果茶。就是很甘心在这边啊，然后有一个遗址蛮有兴趣的，它叫阿根纳造船遗址，然后它的历史要从这个日治时期的时候开始说起。它在1919年的时候，它其实是给日治时期的时候，他们在送些煤矿啊什么之类的、啊、然后之后战后啊，它是给国民政府接收啦，它在接收之后，然后成立了台湾金属矿业有限公司，然后它是在那个1966年啊，然后台金成都的这个场地，然后用来制造游艇跟船帆的，还蛮厉害的。然后为什么他这个遗址会爆红，就是在2014年的11月啊，然后饰演美国队长的那个克里斯他有来这边，然后来拍摄广告，所以他这个阿根纳的遗址他才会这样子会爆红。虽然他这边有点不就是没办法让人家进去啦，可是就是还蛮多人进去，因为他这蛮漂亮的，虽然这样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什么，可是他那时候在1919年日治时期的时候，他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那我来到基隆，现在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叫彩色屋，它是在正滨渔港，就是在台省道二号那边旁边就会看得到。它跟阿根纳那个造船那个蛮近的，走路差不多100公尺以内就到了。然后我先稍微跟你们讲一下那个彩虹屋它的历史。彩虹屋它的历史就是说，其实它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繁华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时候金瓜池这边有，它都有丰富的矿场嘛，然后它的正滨渔港这边啊，它满满的其实都是要载那些矿物啊什么之类的啊，然后去外销。然后那时候啊，其实人家老一辈的人讲说，正滨渔港啊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，从这边然后到从左边到右侧那边，它会左侧到右侧，它会停满满满的船，就是其实你不用走路过去，你是跳那个船走路过去，跳过去就可以跳得到。所以就可见的是，那时候它日治时期它矿场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然后为什么会就是在2018年它会就是立刻的串起的，就是它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历史，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就蛮浓厚的。然后那时候2018年艺术家，就是年轻这一辈的艺术家，他们就是把那个这一整片的墙，然后就是漆成的彩色，就是目的是要想要让一些年轻人，差不多八九年级生七八九年级的年轻人
让他们知道说，其实说正滨渔港它的历史不单单就是只有就是彩色屋啊那么的简单，还有它浓厚的艺术，还有它浓厚的历史在里面。因为以前金瓜石啊，它这边矿场是非常非常丰富，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，因为它蛮近的，在省道二号旁边，可以把那个阿根纳的一个造船一起看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夕阳嘛，所以就是还是大概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我刚刚把那个正滨渔港的历史啊全部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跟你们大家讲的说，它其实正滨渔港它在日治时期是非常的丰，船只是非常丰盛，因为就是矿物产的关系嘛。然后他们那时候老一辈人口述说，从这边左边到右边，他的船是排一整排，所以你用走路跳那个船就可以直接过去那边。所以那时候他的矿场是多丰富啊！来，这一整片的这个彩色屋，虽然蛮冷的，可是还是想要来吃大家推荐的海那边冰店，它里面好像有卖关东煮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去里面吃看看哦。现在我来就是来这间海那边冰店啊，然后我点了一个干贝鲑鱼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然后刚刚那个服务人员讲说，他这个干贝跟鲑鱼卵都从北海道来的，海那边也拜哦，吃起来吃起来。他们说他们必吃的，他们冰好吃，他们都用手做的。然后这是苹果酱这个，然后就不够的话可以加进去，它里面好像有百香果吧，我看那个menu 上面它的酱好像有一点点百香果，不知道如何。很浮夸，然后这个冰，来吃起来。哦，真的是太疗愈了，太疗愈，太疗愈，太疗愈了。有甜点就是加分啊。老板说这是才他们的门面，我刚才以为二楼那才是，原来门面那么漂亮哎，很漂亮。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情。没错没错，而且在彩虹屋这边哦，蛮好吃的。我已经到了基隆啦，然后基隆今天是我的最后一站，还没结束哦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啦，拜拜。